呀，嘿嘿嘿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好奇葩。今天在评论区看评论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些朋友盯上了我的胡子，说我的胡子长得有点长，然后我就果断的跑到理发店，哎，理了个发。不过这都是次要的，主要的不是这个问题，主要的是前几天我拍了一个把所有宠物集合到一起的视频，结果呢就暴露了我养的几位铁将军小龙虾。嘿，有些朋友看到这个视频以后就想让发发搞点事情，搞什么呢？有些朋友可能对我的食人鱼有些不满，因为他太过于残暴了，一直想给他一个教训，从而去整治他一下。结果那些宠物大集合的视频上传完以后，就有朋友在评论区要求发发用那只最大的小龙虾去 PK 这条食人鱼，所以今天安排。但是丑话说前头啊，我是不担心这个龙虾被干掉，我是担心这个食人鱼啊弄不好会被龙虾夹个半死。因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我养的那只最大的龙虾体型非常大，就它的钳子都已经比我手指头还要宽，不信拿过来给你们仔细看看。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小龙虾够大吧，我去，这钳子老大了。为了让它等会能狠干那条食人鱼，我还给它喂了几条面包虫，不过呢可能不合它的胃口，没有吃，一见到我就把钳子张这么大。我这样拍呢可能你们看不出来它有多大，你们光看它钳子够大，不如把它捞上来，捞上来量一下给你们看，用尺子现量。我去，你别夹我啊！来，我量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尺子我已经准备好了，看看它有多长。先把它尾巴靠在这里，尾巴在这个位置啊，一平的，钳子在这里，就算20厘米了，够大了吧？这个龙虾这么大个龙虾，就不信还干不到食人鱼？怎么样，朋友们，没有辜负你们的期望吧？直接给你们整了一个最大龙虾，你们看它的钳子，看它的钳子啊！我把我的手指头放在它钳子旁边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不要被它夹着，看，然后比我的手指还要长，比我的大拇指，妈，比我的大拇指还要宽。你说这个龙虾如果一下子夹到食人鱼的尾巴，或者夹到它的嘴，你说会发生什么？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直接来看看这只龙虾的实力。不过我估计啊，食人鱼看到这个龙虾的两个大钳子都不一定敢攻击。现在呢，就让我们把这个龙虾放到食人鱼的缸里面去。来，我们直接往里面放啊。不过呢，这个缸里面的水温度有点高，我想让它先适应一下，然后再给它放进去。那我们往中间靠一点，差不多了吧？松手了啊，下去了。哎呦我去，我去，这龙虾下水很优美哎。但是你们发现没有，食人鱼什么情况？不为所动啊，看到没有哥？他跟没看见一样，你看他的小眼神，他还在瞄他呢，你看。我估计这食人鱼看到龙虾这两个大钳子，他都不敢动。哎呦，兄弟们、朋友们，我看你们要看的这个龙虾 PK 食人鱼啊，估计是看不起来了，没反应啊。其实啊，你们看，现在可以看出来了吧？这个食人鱼典型的一个欺软怕硬，平时放的那些黄鳝啊、那些小鱼啊，包括上次放的那个泥鳅啊，没有夹子，哎，它上去就干。你看，一直在那观望，看它那个镜头。有点想动，看他那个眼神一直盯着他看，有点想动，哎，但是他就是不敢动，他就是不敢上来干这个龙虾。拿个小渔网把这个龙虾往食人鱼旁边靠一靠，靠一靠，看看什么情况了。走了，来，别往后退，靠近，上来了，你不厉害点好吗？上啊，吓都吓死了，不敢进攻了。你平时咬我不凶得很吗？你吃鱼不凶得很吗？看龙虾在逼近啊，龙虾在逼近食人鱼啊，食人鱼在靠边，它在躲，它在躲啊，跑了。你们让龙虾 PK 食人鱼打不起来，有没有发现？这第一次拍食人鱼和 PK 的视频翻车了呀，这就尴尬了呀。龙虾跑了，食人鱼不动了，尴尬了，兄弟们。来，兄弟们，捞了一条活蹦乱跳的小鱼啊，看看它吃不吃啊？它吃就说明它怕龙虾，它只敢吃小鱼。来，想动。不过他可能碍于这个龙虾不太敢动，他被这个龙虾给吓着了，打是打不起来了。今天翻车了，第一次食人鱼 PK 小龙虾翻车，从来没有翻车过，一直都见着这个食人鱼有多凶猛，但是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怂过，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，还敢靠近，完了完了，我要把这个缸里养一个大龙虾，这个食人鱼是不是得饿死啊？有这个龙虾在，他捕食都不敢捕了呢，一直顾头不顾尾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发现他一出去捕食就要看龙虾在后面有没有攻击他，聪明是特别聪明的啊，反侦察能力特别强的一个食人鱼。对不起了啊，朋友们，看到这里你们应该知道了，本期视频应该是翻车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小龙虾这呀，嘿，我去，刚才你没有看到，你们刚才有没有看到这个食人鱼刚才想去咬这个大龙虾的尾巴？你太鸡贼了，这龙虾放这里面放久了以后啊，绝对不是这个食人鱼的对手。我去，吓我一跳，这个龙虾它刚才没有咬到啊，
我刚才我看到了，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到，如果我把这个龙虾放在里面，这个龙虾会无故牺牲，你知道吧？我准备啊给它饿个10天8天或者一个礼拜，再把这个大龙虾放进去。如果给它饿完以后再把这个龙虾放进去，它敢攻击这个龙虾，那它说明这个食人鱼还是牛的。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还有什么提议呢，可以在评论区评论，或者直接打在弹幕上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麻烦点赞关注收藏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，你们看到没有，我刚才一转身再回头，那条小鱼就没了。现在能看到的就是这个水里面还漂了一些鱼鳞在里面。这个食人鱼太鸡贼了，这个食人鱼。